因为我们这个很多有下载的这个无线下载按摩程式，包括了低头族程式，包括这个魔幻时光模式，它都可以让你有不同的这个接受按摩之后有不同的感觉。但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提供的这个考验就蛮妙的，叫做新好男人大补铁，这个部分就轻松多了，对不对？怎么忽然有一种要睡去的感觉？该不会是 Ocean 魔法椅太舒服？是的，而它会自动的监测你的颈肩在哪里，然后很精准的去找到你最舒服的那个位置。真的，所以待会如果我访问到一半他不睡着了，对，我们大家就默默离场，看他可以睡多久。今天我们要还跟他聊一下他第二个喜欢的事情，就是美食这件事。对，一个男生爱吃哦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好，没有体力怎么撑起家庭 ？Mark， 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最喜欢的一些家常菜是什么呢？我妈做菜特别好吃，然后，但我最喜欢吃一些普通的，比如说什么番茄炒蛋啊，然后豆干肉丝啊，这种。对，番茄炒蛋、豆干肉丝，这些都是非常基本的家常菜。当时 Mark 讲出了两道菜，今天在眼前就有一些食材，这些食材对你来说应该不陌生吧？不陌生，真的不陌生，对不对？应该。身为新好男人，以后老婆万一说 Mark， 你帮我去菜场买两把葱、两把蒜回来，请问你分得出葱跟蒜吗？这边有葱跟蒜哦，这个是番茄，这个是番茄，这是番茄。对，如果你这个再分不清楚，我就要带你去看医生了。这个是蛋，这个是蛋，这是玻璃杯。对对，这个是代言人，这是 George， 这是魔法椅。好，刚刚让你考虑一下时间，我这个有点难哦。葱跟蒜一般男人分不清楚的，真的。这样子看确实有点难，不够不少的 George。你可以，这个你可以站起来，可以，这个部分你可以站起来。可以吗 ？Mini 姐可以 ，Mini 姐 ，Mini 啊，没关系，来，能离开。有，你可以告诉我，这里面有葱有蒜吗？你只要拿一个葱一个蒜出来，告诉我哪个是葱，哪个蒜就好。真的、啊？这个其实有点难哎，我好像小看了这道题。这两个应该，啊，哦。人生细如人生，反正细一点的是葱嘛，细一点的是葱，然后粗一点的是蒜，是吧？现场的 ladies， 现场的 ladies 是这样分辨的吗？点头还是摇头？细一点的是葱，粗一点的是蒜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那个阿姨很真诚的跟我点头，说：“我跟你讲，这就代表这一间房子只有阿姨有做过菜，你们平常都上馆子是不是啊？”好，来 ，Mark 刚才讲了，有没有更细一点的、啊，比较看得出差别？其实这个里面有一只是葱，一只是蒜，我给你，你拿对了。我拿对了吗？对，但是你还没有分出哪一个是哪一个。就细一点的是葱嘛？对，左手是葱，这个是什么？什么？阿姨说是。阿姨说是就是了，恭喜你标准答案。来，左手是葱，右手是蒜，哇，对不对？万一以后买回去被老婆念怎么办？说对，我家的葱你怎么买蒜？所以你干脆两个都买，都买，都买，一定是这样。